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频道，我是兔兔郎，来看我们两个玩挑战系列不有趣。我们今天请到两位，来请自我介绍。我是卡卡，我是贝拉，我是卡贝拉。我今天要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哦。对，简单来说呢，又是我想的企划，我真的很无聊。对，就是我喜欢玩一些无聊游戏，然后呢，我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，所以我们就跟经纪人讲说啊，我想到刚刚卡贝拉拍那个换妻挑战，我讲的几个关键字，要换妻，要挑战，我们不能知道题目。然后接下来经纪人说 OK， 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换妻，不是可能，就是会、哦，所以就是要猜看。我今天只是来玩抽抽乐，你们今天的队友，对，你们今天的伙伴都在坐在这边。等一下你们可以自己决定，就是谁先抽签，然后只有兔跟狼。当然了，我其实有私信有一个想要跟大家讨论的，反正就是你们两个确定不会一组。我的想法是呢，他跟兔兔凭什么发表想法？兔兔在后面，当他的手，他手比较短，他人很高，这样就很容易失败。好，这样你就会赢。懂哦？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样不错。我现在心里想的是，等下换妻，我有亲密戏的话，我刚刚吃香肠。为什么要吃香肠、啊？因为我刚刚就肚子很饿，很想吃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请我们经纪人讲规则喽。规则就是呢，两个互相交换嘛，然后呢会分一个前一个后，然后会穿一件很大件的衣服，后面的那个人要当前面的那个人的手，前面那个人的手呢就是不可以乱动哦，要放在对，就是像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看到你们中间前面有一大坨，就是那是题目。然后呢，你们等一下由后面的人抽出题目。一组会抽五组题目，那个是指令，就是你们要完成那个指令。然后你们抽到题目之后，你就给我，然后我会把它朗读出来。我会把它朗读出来，然后告诉你们要做什么。就是看你们完成五个指令之后，时间短的人获胜。好，越快完成。输的惩罚也顺便说一下好。好，输的惩罚就是呢，只是会放饼干在你们脸的某一个部位，然后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动你们自己的五官去把那个饼干吃掉。没有，就是这样，这样就这样。对，懂了。哎，你们谁要抽签啊？虽然说我刚刚是想要这样分啦，但我还是让你们抽一下，谁要抽你们谁要抽。一个是我，一个是他，我也不知道哪个是谁。赶快抽吧。好，你抽了是不是？对。好，看一下是不是命运。我的命运就是啊，狼，失败了，高分之一组啦，不好意思哦、喔，破了你们原本预先要想的梗，好伤心耶、啊， yeah, 高个子一组，他一直说可恶哎、欸，我真的可以抱怨一下，没有，我说的可恶是我们刚刚那个计划失败了，没有啊，重新再来一次啊，你刚拿到的这张，没有，不行，没有。嘎到主套蹦，你要先攻还后攻？而且我刚本来想偷偷后啊，这个就是要先看人家怎么玩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个先攻，对啊，好啊，加油好吗？我就看你，我们一定要看他们。那我们来抽签吗？抽手组，我让你先抽，谁在前面，谁在后面？我们两个，只有我们两个是。对，我觉得好害怕哦。哇，你在后面，八股八股，这个。这就是有心机之选，选了就是比较远的那一个，不一定比较好啊，二分之一的几率。对、啊，我在前面，好耶！好啊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对，我们把衣服往下拉。你这样胸部很大哎、欸。好了、啊，你不要这样。你看我们上头那衣服，你往后拉，我会往后。因为我没有围着往后，所以还好。开始，来右手伸出去。继续。哎、欸，我会丢，还不错。我的手很厉害，你的手绑马尾，绑马尾 OK 的啦，绑头发，绑马尾，对不对？要帮我绑美的那一种哦、啊，不要拉了，不能把马绑太紧，我会生气。这个下面这里好有那个两根哈、哦，这个是不合格啊，越掉越多。头发我绑很短，那把你绑低的，还有没有说要绑高的？你干嘛、啊？哎呦，我傻眼了！哇，你看那边的头发，哇，哦，你这个立马我就好，随便绑一下就好。话讲就不要乱讲话，这个手。上面的刘海好像有点乱，不重要，绑好了。好，下一个来，丢他脸上，往他脸上丢。拍一张超美自拍照。哦，马尾可以先拿下来吗？手机马尾可以拿下来吗？美美的哦，不美不行哦。要美的，还要两个人吗？美的，哎，美吗？美吗？超美，给美吗？学一下，学一下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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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美，可以，可以，我觉得很美。赶快穿第三件。他的胸部在我背上滑。模仿以下舞蹈，什么舞蹈？只做上半身是什么？只做上半身。好。你的表情，我的天，这应该是很可爱的。我的天，你还是可爱又美丽。对，还是可爱的，是可爱的。
面的手，然后前面的人没看到，后面人没看到前面的表情，完成一个眼妆。Oh my god！ 恭喜恭喜！哎，没有镜子哦，我也看不到他怎么帮我画。不是啊，啊眼影的，一个眼妆一个眼妆。我跟你说，等一下。你这个手，哎、欸，这个前面的人，这个手是不能站起来。等一下啊，我跟你说，主上来这个，对，我是我只画一只眼睛，好，一个眼妆吗？等一下，你这样子画手是这样画哦？对，你的都没有睁眼，没有，那两边都要吧，一个眼妆一个一组啊，那完美啊。你有把握这样子带一个眼妆出门吗？没把握，是美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我今天不是水煮鱼，水煮鱼哇，哎，这吃一吃很好吃，吃一个，我跟你讲，他这样子，他超会吃玉米的，你知道吗？煮成 Oreo。不要管，不要管，不要管。他超会吃玉米的，哇塞，这样子过了吗？压过了吗？好厉害哦！有啦，有一圈，有一圈的。进去。时间题了，好，公布时间是。你稍微很长吧？4:03。你就是尽量前面，你靠桌子。我靠桌子。对对对，好，靠好。什么？贝拉兔兔，贝兔族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嗯，贝兔族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兔兔胸部很大。哎，我们看。他很，他现在很娇羞。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你们可以把衣服拉好吗？衣服穿好些，好不好？开始。哎、欸，你还要坐起来，哎、欸，屁股会放下来，屁股不能起来。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丢丢，跟有丢跟没丢一样。哎、欸，你不能挂在人家肩膀上。性感表情加手势三，要性感哦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要很性感哦。一、二，不是啊，性感，你也不性感，对不起，这么性感，这个中了，对啊，什么？没有性感，二表情。这是性感之可爱，性感之可爱，可爱吗？这样子，这可爱吗？咬舌，咬舌，咬嘴唇，摸奶啊！哎，摸摸摸，然后就摸。凉了，好了，好，勉强，勉强。第二次不觉得有，觉得有。哎，屁股不也起来啊？这个陪审团有点吵闹的话，这怎么算？怎么不算？陪审团本来就是要应该。耶！我的天！他们怎么抽到魔王体啊？这有水吗？拿得到吗？是水，哪一个是水？要对水，插进去让我老婆干刷，不能干刷啦。一，哎，要背式刷牙3分钟哦。一，里面没刷到哎，里面没啊。你3万岁的牙齿应该也会刷里面。是我刷的，对。来来来，上面上面上面，来漱口漱口，可以吐泡泡进去。给他空杯，给他空杯。好恶啊！要完成以下挑战。哇！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哎、欸，手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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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一直要往到往外面翻啊！第三个，第三个是什么？拳击跟中指。在五题了吗？还没啊？啊，最后两题，插口。哦、oh, 耶、yeah! yeah! ！你要突然像 JoJo Armani 那种嘴巴很饱和的哦。你要张开一点。我跟你说，我等一下看过来要满满那个颜色哦，只要没有那个颜色都不给过。OK， 赶快我看。没有，哪里完美啊？那个很不均匀。你中间超黑的，超久。哎、欸，那个真的没有均匀吧？嗯、另外一边，你刚同一边的下面，这里面就很 OK 啊。啊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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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我们这是还可以啦。怎么样？从这个游戏就看得出谁是家里强势的人。是哦，转一转。以下吃法进行，三个都要吃完。Oreo 最经典的，一个就可以，一个就可以。转一转，舔一舔，再泡一泡。转一转。舔一舔，舔一舔，舔哦！啊，对，舔了吗？舔了，舔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把剩下两个吃掉。可以。要泡久一点啦，真的有点软，有点软，那一桶才好吃。嗯。我要公布成绩了。我觉得陪审团4:56。我们赢了50秒，我们赢了50秒，就是。可是我真的觉得从这里就看得出来家里弱势地位的人是谁，我们俩就是家里弱势地位，然后就不小心会一直听从他们在那边叽里呱叽里呱。对。那我们就发现我们刚可以很快，所以我们要一直会听他们的。对啊，我会忍不住听他们说不行。我刚好就输了，不要讲那么多啦。但我刚好的确没在 care 他们讲什么。对啊，你有 care 吗？对啊，你看吧。我们只是不是，是我们专注目标，你们自己分析。不行，你要让我们在乎你们啊。对啊，真会讲哈。
哼，就看你们。你们在我们心里都是第一个的，没想到你们为了目标放弃老婆，让他看到这个游戏残酷的一面的人。哎，这个是真有粉呢、欸。对呀、啊。这很好吃，我也可以吃吧。不是，你看他还在吃，你舔一舔啊，八分舔掉了。你舔这边干嘛？我是要放这边。啊，不要，你不要。这个下指令下去糟糕。来，你坐下来，你先，对，你先，你坐下先好吗？对对对。啊，我们要开始了。有没有很想吃好吃的饼干？我跟你讲，不要讲了，我的狗会吃掉啊！我剪掉，我现在直接扔给它吃。不要呼吸哦，好开始。呼吸，舌头捏出来。哎，好想戳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的很灵活哎。啊，不用。不过我舔另外一。你不要放我鼻子就好了。怎么都没有？你舌头可以伸多长？上面的，就应该这样子可以吧？你们打喷嚏的感觉？你认为舌头伸出来的？哎，你很厉害，整个卡住卡在鼻子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厉害！我也很厉害。好啊，今天感谢阿卡贝拉，谢谢兔子郎，陪我们玩这个很荒谬的游戏，觉得蛮好笑。你们喜欢换气游戏吗？我觉得可以换期玩更多更火辣的游戏。好，我会带回去想一想，还有什么情侣挑战可以又火又辣。对，下次跳舞圈啊，跳舞圈呢，然后吃辣粉啊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了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记得去追踪他们哦。小狼说拜拜，拜拜，万岁说拜拜。